讲您好，林女士，啊，你话过了是这吼，啊，搁咱过去吼，咱即个勇士咧拍拼的一个吼破茧行动，就是咱有十几个人吼，去用约到要死吼，啊，但是到尾拢看无济，吼，到时咱嘛是同款，咱若拼总统嘛是同款，吼，啊，对，啊，所以咱爱拍拼，咱今仔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我一再强调，咱台北市一定爱冲用一个吼上强大吼，我。哦，所以是嘛讲，你至少要让国民党揭开两大眼，安尼，啊，安尼的时阵，吼，咱台湾就无像正常的国家，安尼吼，啊，这无像正常的国家，咱对大家开始，哦，就是对小咱首都，哦，为大家开始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不安稳，咱尽量来支持，哦，科伊斯，哦，回去了，吼，回来来这种，啊，今晚咱哦，那有要甲科伊斯签到的，吼，啊，欢迎大家，吼，啊，尽量。哦，简短嘛。还是要跟他，放开这样的啊，像这种多数朋友比较多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个平静的这样的关系。因为我觉得人大家都有大家的人，都应该是什么上人家也可以下，也可以不错。放开我都是这样的啊，应该是这样的啊。不是为了选举而选举，不是为了当官而当官。应该这样想说，怎样做对他社会比较好，一个选择问题。只要我们个人的力量，他就承担得起。怎么做对他社会比较好，他就能做。这个点吼，我还是再强调一下吼，这个问题不是科伊斯要来解决哦。民进党做上大个材料，倒民进党过去，予大家会当要过伊行哦。咱就是讲，规美丽老时代迄阵，大家在拍拼哦，予咱感动。但是今仔日哦，马上叫伊国民党政府做在汉派哦，啊，民进党应该爱取代哦，爱来迄落。但是今仔日伊是安怎压无法度啊？有可以是这么优秀的人哦，民进党有责任安怎来调安怎会到得到最大的选票哦，予大家去改变。这民进党是领袖。阮北社咧推广迄个经过吼，几百届拢袂过吼，就是讲咱除了科伊斯，或者是因为以后咱市议员，当然以外咱全台湾遐民代嘛是爱好团结吼，每年的迄个不但总统诶吼，啊甲迄个立法委员，咱嘛写好过，安尼咱台湾才有改革吼，啊这嘛要靠大家在座大家来拍拼咧，来过来。我介绍一个贵宾哦，咱会作欢迎咱亲民党哦派的代表，寿省长派代表啦，来陈立敏啦。柯伊斯就有这个魅力哦，而且可以整合一下哦，在亲民党我们的宋主席有派代表过来哈。首先哦，我要感谢陈元医师啦，一讲宋主席派我做代表，我唔干，真系。我多有一个中社的朋友哦，中社创社长叫何立新啊。那他成立中社的时候，就邀请我加入中社。伊讲，你讲我姓梁，我你想要那点受害？报告嘛，我其实哦是为了台湾哦。我刚刚讲宋楚瑜看到做代志，阿你俩，我今仔日哦来支持我们柯医师哦，把一个理由俩，伊看到做代志。所以，其实我讲出他绝对会去做对的事情，哦，去打造一个公益的社会，我相信，哦，而且我希望他能够一本初衷，哦，我相信这是咱台湾最重要的一件大事，这不是咱台北人哦，咧选一个市长呢，这是改变台湾哦上重要的一个机会，哦，今天如果可以是能够当选我们首都的市长，那么台湾的政治哦才有好的一个发展，哦，台湾的未来哦就靠这阵。就靠近的，那我真的是期待我们柯伊斯能够拿下首都市的，哦，来为我们大家去一份好的努力，谢谢。有足侪人咧讲哦，柯伊斯怎啊民调遐悬哦，啊到时选举时选票是袂造反哦，但是咱为柯伊斯伊的出发点，伊是啥？伊是讲要甲台湾留下一个什么？我们要怎么样给子孙迄落？啊，即款个出发点，即款个理念，我想亲民党哦，啊加这个新党哦，因遮个拢同款哦，因要想要互台湾，特别伫台湾徛起，拢会赞成这个事。所以呢，这无讲好做以后选票会减少个哦。啊，大家若个有理解
啊，科医师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大家拢会来来讲，斗相共，啊，这嘛是甲咱家己斗相共，哦，因为咱拢希望讲台湾会当较好，会当去正常行落去。